凡魔域之魔不可伤凌寒寺弟子半分，违者废去魔功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小和尚这是走大运了，三日后便是加冕大典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祖师让我告诉你，凭此阵可非圣人。别挣扎了，凡你的可不止我一人。三长老，原来您也背叛了。这次拿不到魔皇之冠，我们就没有下次了。低劣的东西也配入我的手？今日谁也别想走。